热乎乎的咖啡注入杯中，散发出浓浓香气。25号补班日别忧郁，超商推出咖啡优惠 ，Seven 全门市精品燕麦拿铁买一送一，浓萃美式浓萃拿铁两杯88元，还蛮吸引我的，所以我就跑来买了，跟我同事两个可以分一人一杯。补班日其实心情就蛮郁闷的，所以就是来杯咖啡提神。另外，全家大杯特浓拿铁买一送一，厚浓劲刚抹茶拿铁买一送一，莱尔富大杯特浓美式和拿铁加1元多一杯，等于单杯美式28元，单杯拿铁33元。OK 则是大杯庄园级美式拿铁以及大杯庄园级浓厚系美式拿铁，同品项买二送一，吸引上班族购买。不过要注意，补班日天气降温，25号上半天北部以及宜兰低温22到24度，高温落在25到29度，但到下半天降雨几率增加，低温下探16到21度，北台湾高温只剩下20度出头，中部以北东半部要留意雨势。在华南这边的话，是不断是有一些这个降水的一个回波，然后往东移动出来的一个情形哦。入夜之后的话，随着这个华南雨系的一个水汽是明显增多的一个状况之下，那各地一个天气上都会是比较偏不稳定的一个情形哦。下周日周一北台湾偏凉，台南以北东半部及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周二降雨减缓，温度回升，但到了下个礼拜三四，水汽会再增多，北部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，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，提醒民众这段期间外出最好还是要携带雨具。记者余胜贤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，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